张鹤群，我是个人练习生，我是来自于北区的节俭练习生，我来自中正区，打从娘胎我就在练习节俭，八岁开始就知道什么叫节俭，人啊，走到哪见到哪，我是 CP 值最高的节俭王，不花钱才是王道。最后给你个建议，牛仔裤配皮鞋好像不是这几年的穿，不要再穿了，阿公才这样，请入座。